师父，齐元宝已经安置好了。好，太好了，今天我大事已到。师父，为何毫无反应？耍什么阴招？浅浅，浅浅，爹，怎么会是你？齐元宝呢？为什么？来抓走我的人会是你？你竟然和外人联合起来算计我！回答我的问题，齐元宝呢？爹，不是你杀的那些修者是不是？不会是你？回答我的问题，齐元宝呢？齐元宝根本就没有来过岁月山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既然如此，我留你何用？的我，爹，浅浅，爹，原来你们没有中毒啊。就你这雕虫小技，还想骗过我们？苏青木，当日在岁月山，是不是你杀了我们同门修者？嗯，是我又如何？你为什么要对他们赶尽杀绝？只能怪他们要自寻死路。就因为我们发现了魔种，你就要对门下之人痛下杀手？你简直枉为修者，枉为人！霍琛，你为了一己私利嫁祸长月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控诉我？你们父子二人扪心自问，对石魁王，你们就没起过觊觎之心吗？苏青木，这个时候了，你毫无悔改之心。我，苏阳，哦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国父。祁连，驱灵散的滋味如何呀？嗯，哎，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。你们都知道，强行驱动灵力，只会让你们死得更快。门主，怎么会这样？饭菜里的药明明都已经掉包了。一定是之前那些蝴蝶。
话早就被你看穿了。哼，李元宝虽然狡猾奸诈，可毕竟没我了解我的女儿，想骗我，做梦。师父，您这招请君入瓮还真是高明。哼，苏清墨，你好卑鄙呀！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只想要齐元宝。休想！我有你们这么多人在手上，我不怕他不来。你去通知齐元宝，告诉他我在这里等他。我呸！我凭什么帮你啊？我给你七天时间，七天如果齐元宝不到，我就杀人，听不听由你。我不要冲动，快去。别怕，等我回来。姑父，我一定会尽快找到元宝，救你们出来的。